就发生车祸。那我现在是还给他50万的医疗费用了。你们那时候到报车祸吗？有报案啊、欸、有报案。你那个报案，报案有没有那个单子的？单我没有。你贵姓？去年的5月6号晚上，我本身姓吴。吴哈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久？啊、欸、啊。还没有好。啊，没有啦，我跟他讲一下说，他不是说他说车祸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跟他讲说哦，你必须先收到调解，他不是说有去调解，对不对？你必须哦先收到调解委员会寄的那个通知啊，上面有写说，上面我们也要看到说有确实说要汇这笔钱再汇才可以。对，因为你老板，你感觉讲对方哦，对方。哪这么多钱？狮子大有感觉上有点狮子大开口。有一种铸造，有一种好像是专门在铸造车祸的这个。如果我们不同意这个的话，也就可能变得是说要，就由法院来去，法官来判决这样。哎呀、啊，你那个还没收到是不是？就是还没有收到、啊，还没有收到。大哥，我跟你说哦，我有请这吴小姐哦打电话去，等一下、啊、我们有空啊打电话去法院。问一下说，哎，你那个调解的通知书寄出了没？对，啊，问他一下说进度在哪里了，这样子，对，啊，了解一下说进度在哪里。反正我们这个都很简单，收到这个通知书，再汇款。那至少他那个通知调解委员会的通知书，它是一个公文，有法律效益的公文，这样子。